哥哥妹妹有意思。嗯，这样错了吧？没错啊，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。总是坑坑洞洞，一路上的绿灯把我时间穿梭，我家的方向就在 West Westshore。 骑进市民大道像是进入灾区，节奏太紧急像死亡要逼近，基隆路是一条不能靠近的禁地，我不需要成为其中阻塞的协议。礼拜五的晚上赶路了，朋友们都市的心脏，血压升高不 pump it up， 继续的塞吧大声骂。礼拜五的晚上赶路了，朋友们都市的心脏，血压升高不 pump it up， 继续的塞吧大声骂。What did it long? What did it long? What did it long? What did it long?李英宏的台北直直撞3:08，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。我是玛丽，这个小时呢是美眉爱漂亮的时间，所以关于爱漂亮的事情啊，运动啊，保养啊，彩妆啊，各式各样啊，你有想要分享的或是有问题想问的，都欢迎在这个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02-2363-9955，或是透过 telegram 群组来发问也行。今天我们为你邀请到妹妹爱漂亮，这个日本混搭穿搭达人就会登场的白雪同学。你又来了，白雪同学，你要不要挑战今天不要讲笑死？我真的努力，我刚才差点又说笑死，努力不讲笑死，要确定哎。全都硬了。请问你知道市民大道吗？知道啊。不可能吧，真的要确定哎。这样的游戏好比在玩大富翁。邀请那个白雪进来，然后白雪在我心目中呢，关于妹妹爱漂亮有两个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，就在于她还是现在会在追很新的日本穿搭，她没有在跟你走韩流路线，她就是很严谨的走她日式风格，所以她会关注很多，然后会已经算是从可能一开始我们从模仿开始，到她现在会自己混搭出自己的一套风格。另外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他非常的会使用滤镜这件事情。他真的是滤镜达人呢、欸。有的时候我用一些滤镜，然后大家就问我说：“这个滤镜是哪里来的？是什么什么什么？”只要你们觉得很可爱的，全部都是白雪给我的。然后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办法源源不绝的一直伸出滤镜来。然后像之前比如说我在家里什么，我在家里就反正隔离啊休息的时候啊，他就会去找那个医生的滤镜，然后传一张他医生自拍说看诊咯，今天好吗，而且还找不止一个医生，有头上有医生头上那个叫什么镜啊，照胃的那个听诊器，有听诊器的，然后好像有头上戴一个，我就忘了头上手术的那个吗？好像还有手术，反正他也可以找到很多医生，然后让我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。所以跟白雪说，你以后来你就必须要推荐一个就是强的滤镜，让大家现在可以去搜寻，然后把这个可爱的滤镜存下来。我跟你讲，滤镜存的越多，你要用的时候，哇，就是滔滔不绝，会吓死你朋友的。对，今天你要推荐哪一个？我决定来推荐，我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小姐，你刚刚不是已经在一直在看吗？因为我真的太多好笑的，
我觉得每一个都精哎、欸、精华、欸，它是会按照那个情绪做划分哦。你今天哀伤的时候，它就会有哀伤的滤镜给你；快乐就会有快乐的，可爱就会有可爱的。它的子弹超多。我想到了，这个很适合最近。我来同步搜寻，看能不能搜寻到你要给的。它叫做 Funny Breakfast。有趣的早餐，所以我去里面，然后到先到搜寻，对，搜寻特效库 FUNNY， 我也来搜搜看好了。Funny 什么 ？Breakfast B R E A K B R E F A S T， 有蛋有蛋哦、喔，你要推荐是蛋的那个吗？对、啊，请问蛋要怎么运用？就是你早上跟人家问好的时候，你就传一颗自己的，就是哎、欸、吃早餐哦。各位不要再用传统的早安长辈图问好了，你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荷包蛋，问你的好友们，问你的另外一半，记得吃早餐哦。哎、欸，他会变吐司哎、欸，还有培根。超赞！这个在早上运用真的蛮棒的。对啊，看了心情又很好。乐团的 Baby Lady， 想请问适合酒糟肌肤的面膜，想改善脸皮粗糙的问题，但是酒糟面膜真的会比较不被推荐再敷面膜、欸、因为面膜虽然有的成分很单纯，可是它毕竟是要把它做成面膜嘛，它有可能里面就是会有多多少少因素，都会很容易引发你的酒糟发生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你的酒糟是非常容易被触发的，还是是算比较轻微的那一种。那如果你真的要改善你的脸皮粗糙问题，你要不要先从你的精华液，从你的乳霜乳液下手？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些都不给力的话，我觉得面膜可能要放在你比较后面的考量。那如果你真的非得要敷面膜，你就是去找那种真的是纯保湿的，它任何附加的，有加一点美白的啦，有加一点焕肤的啦，有加一点什么无微博，反正就是超级纯的保湿就可以了。我好像从来没有问过白雪，公开一下，就是年轻人，你的保养方式是什么？你都用什么保养品呢？我早上，我直接讲品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早上先用肌研的化妆水，哼，然后再用小黑瓶。你用小黑瓶？我真的震惊哎！一定要的。所以你已经用小黑瓶很久了吗？也没很久，但它是我的第二罐。那你是怎么样决定小黑瓶的？我就是看太多人说好用有效，我就用了。你用的是兰蔻小黑瓶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还有分早晚哦。我晚上就不会用它、欸。那你白天用小黑瓶，那你晚上用什么？我晚上只有擦化妆水，就没了。没有，因为我后来会上那个，就是比较不会长痘痘的药，也不算药啦，就是对。应该算是吧，就是比较治疗，比如说痘痘啊、稳定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哦。
有人说白雪，你的衣柜很大吗？不然怎么办法塞那么多的衣服？要断舍离呀、啊，就是你要会丢啊。我之前说，就是因为白雪她的衣服真的太多了，我就是真心的建议她可以开一个卖场，就是当她想要淘汰的时候。而且我觉得她的衣服的衣框都非常的优秀。谢谢谢谢。我上次跟你建议之后，你有放在心上吗？有啦，但是真的太多，我好需要时间整理它。请问玛丽，你有在用美容仪在家里用的那一种吗？或是有人有觉得不错的美容仪要推荐吗？如果你有美容仪要推荐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在群组回应或者打电话。但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在用美容仪的，就是双手万能啊，或是我之前那个买那个 Rafa 的棒棒，就是偶尔推推就好。我好像不会再用到美容仪的部分。上次玛丽你推的泡泡洗面乳是什么牌子呢？我想你应该在问的是 EST 的洗脸那一罐泡泡。那白雪，你有在化妆吗？当然。因为从白雪进来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大家都在戴口罩的时候，所以我很少看到他，就是我对于他的妆是非常非常不熟悉的。那你的妆你都用什么粉底液？你用粉底液吗？对，我现在是用 MAC 的。可是你用 MAC？ 等一下，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不适合我现在很想换。你的肌肤是什么？混合。对，就什么 T 字比较油，但两颊又干干的。嗯，然后你用 MAC， 你觉得跟你不合的地方是在哪？我第一个是我色号就选错，哼。可是我已经选，你是靠柜选还是网路选？没有，我是网路选。哼，然后我是选第二白，结果你应该是最白啊。对，我比我想象还白、欸。你跟我们桌上的 A4 纸一样白，你在挑什么第二白啦？真的比我想象中白哎、欸。哼，然后我就还是用它了啦，但是我就觉得它有点太干。哦、可能你要再油一点的肌肤，你才能试用那一个。对 ，OK。我觉得不要乱换，我上一罐应该要继续用的、啊。你上一罐用什么？兰蔻。哇，你是兰蔻大户哎！但兰蔻的质地的确，我印象中是比较偏水一点，就是也比较好推开。对，在这边有人在群组发问，有没有推荐很会流汗、不易脱妆的粉底液？但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肌肤状况是什么，我印象中真的是爆汗，它还是可以很完整好看的。对我来说，还是雅诗兰黛的粉持久啊，它真的很持久，它经得起各式各样的考验。惭愧，穿的也不算贵，黑白灰尽量自卑，被自己往里推，动动嘴也能后退，总会被动吃亏，不防备甚至有罪。我现在要开始表示伤悲和承认理亏，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，都是非尽是妄，
想也不睡，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，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，显得般配，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，穿的也不算贵，黑白灰尽量自卑，被自己往里推，动动嘴也能后退，总会被痛吃亏，不防备甚至有罪，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，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。李荣浩的有理想，3:24，欢迎继续回来，妹妹爱漂亮，我是玛丽。今天还有客座的日系穿搭达人 AKA 滤镜天才白雪。请问玛丽，你有没有推荐的保湿精华液？她想要先排除小黑瓶跟小棕瓶。那保湿精华液就最近，因为我当然是以最近印象深刻的来讲的话，那就是碧尔泉的特嫩精华，就是也是很纯粹的保湿。然后或是之前马克他比较喜欢的是 B5 的小蓝瓶，就其实他们的保湿的感觉都差不多，可能就是质地跟香味有一点点的差异。然后大家提到的那个 B5 绷带精华，我觉得也蛮保湿的，然后也蛮清爽的，这个也 OK。但是，我的确看到蛮多人说绷带精华很容易跟后续的底妆打架。但因为我是前一阵在家里很闲，我就试各式各样的保养品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搭配化妆，我就还没有感受到会让底妆啊或防晒起屑的问题。之前呢，有上礼拜，反正有一阵子突然很着迷拍 Reels 的时候，那跟白雪有约了一周穿搭，就很好奇说我们是有事先确认的吗？当然，对，我们是不可能有默契到五天心电感应哦，不可能欸，真的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就是我有先请白雪开清单来。看看天的，对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彼此到底有哪些颜色这样子。然后说到保湿精华，有人推荐克兰斯的，我猜你双管那一罐你是要推双肌萃。那我知道双肌萃也是保湿很有感的，可是它是有一点油的成分在里面。我不晓得你的保湿精华，你可以接受有一点油在里面吗？还是你要很纯粹的、很水的质地那样子？是在身上的每一个图案，眼花缭乱却吸引我的性感，嘴里吐出一个接一个的烟圈，散发出邪恶危险的安全感。爱上你如果是个错，我马上给自己几个大过，希望被你身上那道铁链扣住，黑色色的嘴唇让我起了气吐。为你我开始听 rock and roll， 大头刷裤穿丁字裤，戴上墨镜在北京圣彼得，我认真告诉你我早已爱上你的 style。 你的发色超酷，像那飞向山谷的飞鼠。你那勾人的眼神，我变成看到山中的人了。你那身上的香味，像我奶奶吃的槟榔叶。若你不觉得讨厌，欢迎来到我房间。鸡皮疙瘩。曾经我要带你到人情热到不行的地方，非常安静，熟悉收不到的贫穷家乡，有人会好奇你，会害怕你，有不落帅哥吹着口罩招呼你，耀眼又性感的美女，像钉在树上的蜥蜴，伸展太阳没人可以把你取代，很难看清心里称呼你是天才。我的眼光是习惯别人不太一样，喜欢你的野性，你的直接，你的形容我很乐意，想在树边伸出让你捕获，也可以把我捡起吸引，吸进在树上，只因没人能取代我，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让你吸我这个槟榔叶。但我得先问问我的友人男友，小心你怕我变成了我的猎物。听到白雪她用兰蔻跟 MAC 会让我惊呼心，我觉得
我在想说，就是他的保养跟彩妆的预算是怎么分配的？还是你也是走不管怎样，我想要那个，我就是要把我的钱变成那个酷东西？你比较没有在想预算，因为大部分会觉得说，嗯，可能刚出社会不会接触到，比如说专柜等级，可能还在开价徘徊这样子。我觉得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，所以我就用到适合的，我就不会再换了。哦，所以你就试试试试，然后可能开价比较难试，专柜你还可以要到一些试用包来试试看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我是不拿试用包的人哎。那你怎么试到你喜欢的？我就是赌一把啊，因为我不敢啊，就是我很怕去柜上，然后他就会一直推销我什么的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拿过试用包。可是现在的时代都已经变成你要事先填写简讯才能换试用包，就是已经不啰嗦，你就靠柜，然后出示简讯，他就会叫你填一下资料，然后 BB， 然后兑换过，然后就把东西给你，然后完全不吵不闹。哈，真的假的？现在我觉得有那个简讯制度之后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以为他会就是要叫我买一堆东西，所以我就每一次都赌一把，直接从你就跟他说叫我买，真的要确定哎、欸。这个的跟以前的差异就在于，以前可能你就靠柜，你就觉得这个我都想要。如果他有，他又愿意给你的话，可以一次给你各式各样的东西。但如果现在是简讯的话，你填这个精华液，你就真的只能拿精华液。你想要加码拿乳液，他就是那我现在是不能给你，赶快来填。真的、啊，他们的其实现在各大的官网都常常在填那个超多的，超多。我每次在有时候限动分享说，他赶快去填都可以换，然后想说。大家是不是不相信那是真的？但现在真的是他不会烦你，你就是有空经过你就把它换过来就好啦。这世界什么可以被留下？都在一瞬间，努力的汗水背后的信念有没有改变？我奋力起身看世界，有多少美梦在追随？沿着地平线。不停地往前，翻滚吧，美丽的旋转世界，用力的翻滚吧，管它在正反之间，翻滚吧，用热血飞上今天，只要翻滚吧，就能把听到歌曲呢，是来自于乱弹阿翔的《翻滚吧》。有人在问 Kills 的 A 醇精华缩毛孔推吗？之前因为在家已经待了可能10天、11天之类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放心的去试。最近大家很推崇的新的保养方法。就是早 C 跟晚 A， 早上就是用有跟 C 有关的维他命 C 成分在里面的，晚上就是用 A 系列 A 醇啊 A 醛啊 A 各式各样的。但因为之前就是 A 系列比较刺激，然后我是很敏感的人，所以我不敢随便试用，怕过几天有工作脸烂了会出大事。我在家真的是狂试哎、欸，真的就是单纯的早 C 晚 A， 然后用的就是Kiehl's 那个 A 醇精华。没有什么刺痛感，但是你要说到，我是试还没到两个礼拜啦，也没有很明确感受到哇毛孔不见。可是你说整体的脸好像有变亮，这是真的。就有一次好像就是很久没有认照镜子，然后去厕所要刷牙，一看，怎么这么白？会不会是睡比较多？因为那个因素太多了，因为在期间我又吃了很多的奇异果、芭乐、喝水，就是太多因素让我无法确定这个方法对我来说就是靠它，所以这个我还是有个问号打在上面啦。可是因为真的最近网络太多人分享早 C 晚 A 它的肤况改变，就是我觉得那真的是很吸引人的一件事情。
可能跟早 C 晚 A 啊、换肤啊、酸类有关。刚刚我在我的限动有分享，今天应该说昨天就收到这个礼盒了，想说明天刚好是今天是妹妹爱漂亮，我就今天来开箱。这个是那个 AHC 的礼盒。那我本人对 HC 他们的面膜是狂热爱好者，他寄给我这个礼盒是琥珀酸的温和焕肤，然后我知道琥珀酸就是偏比较温和的酸类，如果你是要入门的话，它应该是蛮适合的。他说这个琥珀酸系列呢，他们有平衡水，我猜就是比较像化妆水的东西，还有精华，还有水凝冻，那水凝冻应该就是乳液呀、啊，我们来试试看精华好了，听起来好心动。你是不是也没有在用酸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都已经晚上，如果用药的话，嗯，好，我现在来看一下那个，它的质地非常非常水耶。来，小姐，为您手给你，为您用那个琥珀酸的温和焕肤哦，可以帮我感受一下那个质地。它是不是还是有点？不是我想象中的水，因为它瓶子是有点蓝色的，我以为是非常非常水状哎、欸。嗯，我在推开完全是水，没错。我居然不知道怎么形容它。我闻一看哦、喔，这罐的那个琥珀酸是，哎、欸，完全没味道，完完全全。不可能吧？我总觉得有点香。真的吗？对我来说是完全无味，还是我手在香啊？我闻你的手，你的手在香啊！你的那个护手霜啦，我今天没有抹哎、欸，那是什么？你的你闻我这边的，真的、欸？是不是就你的才有香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为什么我在香啊？No. 青菜不能煮太久，煮太久了没有营养。有，不要加太多，说太话重要的时候 ，I don't like losing control。But I still chill, you got freedom. 擦完之后抹开之后，我现在在那个指尖感受，因为有的虽然它是水状的，可是你用完之后，你的手啊，你指尖在捏的时候，还是会有那种黏黏的感觉，但这个是完完全全的没有啊，就干到薄啊呢，真的，嗯，赞哦。所以如果你是想要酸类的，想要温和的，又怕黏腻的话，这个我帮你试过是不黏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它另外一个水凝冻。小姐来问您，哇，这个还要把封膜打开。来问您是用水凝冻哦。哇，我好想用在脸上，还是你再去洗脸，然后我为你做一套，为你做一套完整的护肤，这感觉很不错哎。哎，水凝冻也完全不黏。不黏不闷呢、欸，对对 对, 對，它是它可以加再多加一个水字，它可以叫水水凝冻，可以变水水吗？可以变水水。我看水凝冻有没有味道？水凝冻好像有多了一个冻的味道，什么冻？冻豆腐冻？对，它是。冻的味道，直接沾到鼻子。冻的味道就是有些保养品会有的保养品的味道啊。對對對對我们两个词汇真贫乏，哦，好糗好糗。到那叫魔法师会成高，会把它变到自动按摩停不了。对他好，可是他都不知道。难道爱神在干嘛？所以你是有粉刺跟痘痘困扰的吗？粉刺谁没有？痘痘困扰我也有啊，痘痘困扰也有。对、啊，他说七天无痛抗痘，还是正好你带回家好了，你试试看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啊，真的啊，给你试。谢谢谢谢，我会来跟大家分享的。就期待你下次大概两个星期后再分享你这十四天的那个心得，这样。好哎、欸。叫挥发术的外套，从
自他，怀抱只有我可以依他。他很好，想很好，谁都想要。迷糊爱上在发烧，地球没。就莫名越想逃，你看
蔡健雅《天使与魔鬼的对话》，时间来到了3:46。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，哥哥妹妹有意思，我是玛丽，今天现场还有我们的滤镜天才白雪。Hello。街角祝福是18岁的约定配的片尾曲，然后女主角就是林依晨嘛。我觉得我好像一开始最早认识林依晨就是从18岁的约定，然后甚至已经久远到我刚才确认一下说，哎，男主角是失忆男没错吧？就是那种师生恋啊，哈。对，林依晨是学生，他爱上了身为。失忆，身为导师的失忆男，不可能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那时候师生恋很梦幻，现在真的是，你没有办法想跟老师谈恋爱是不是？完全无法哈，请说。其实他上面不是写导师哎、欸，他是写学校的调酒课老师。哎、欸，哦对对，还是老师啊，还是老师，就调酒师，不是导师，是某堂课的老师这样子。哦，好啦，我接受。哦，调酒老师就可以接受，如果是班导师就不能接受。对、啊，这什么奇怪的差别？没有原则。节目最后为你送的歌曲来自于萧煌奇的《杂波林》啊，我是玛丽，我是白雪，还有古亭官腔，我跟大家说再见喽。拜拜。两个人遐尼好，行到尾无外靠，
爱情像三文泡，情分啊这么薄。头毛这油，命啊无这好。别人在佚佗，你为生活拼淡薄。一个人啊好，也不甘愿看我苦，因为你的笑面是你的倔强。从你的长头鬃，剪做短头鬃，查某人的心，伤痕袂堪的空。少年时光甲这好，美丽的梦，戆人才会相信无效的酒醉。从你的短头鬃，你长乌头鬃，八十岁的心，对爱也有希望。无这好，别人在佚佗，你为生活拼淡薄。一个人啊好，也不甘愿花我苦，因为你的笑面是你的倔强。从你的短头鬃，你长乌头鬃。对爱也有希望，有一天你会拄着命中的分注定的彼个人，你会当为伊穿今夜新娘衫。剪做短头鬃，查某人的心，伤痕袂堪的空。少年时光甲这好，美丽的梦，上好的命拢是别人的好命。伫台北几落冬，渐渐变大人。新娘衫。